因为看好黄金地方的市场，和启动乡民蔡总会，两年前就决定要回来故乡栽种，为着要种出安全的地方，坚持无要喷农药。不过，这嘛可以的地方产量一直无法度来提高，加上南部生产的绩效冲击，可以一度是想要放弃伊的地方园。好佳哉，身边的农友不断来鼓励，最近也开始投入研发地方草，希望讲会当为辛苦栽种的无毒地方找出营销的通路。最近进入黄金地方的生产期，启动农民蔡总伟和后生等来帮因采收。两当前因为看好地方市场，等来投入建造，想袂到无想的遐尼简单。伊开花开足济，但是不一定它会结果。到结果的时阵，伊嘛是足好啦。伊都可能是营养成分不够，因为还在摸索。从农这么久哦，这个还蛮困难的。啊，这个时段是全台湾，你有大家都有啦，那个量真的很多啦，所以哦，那个价格很便宜啦，省省的不符合成本。等来故乡种地方，蔡总伟伫亲戚鼓励下，选择无卡路的两分地。伊讲安尼要进步，对地方较袂被影响，也唔惊贼仔来偷挽。但是拄着采收期，对人工派地啊处理是非常辛苦，也因为坚持无毒栽种，地方的活行动真歹，交换来计数都真低。伊讲常有人笑伊讲，但是为着让消费者食到安心的地方，只有坚持落去。不是坏掉，它只是有虫，有个蜘蛛。加掉，这无要紧，系啊，这是好的物件。第一当然是资本落落去啊，第二是想说，如果价格真的很低迷，就改变个方向。因为黄金地方的盘开足，水分侪，真适合做新草。现在蔡总伟也伫农友的鼓励下，开始投入研发。一层冰糖，一层那个柠檬，倒满之后。最后再那个加那个醋，放一年就可以喝了。完全纯的，的柠檬，啊加蜂蜜，从这拢咱家己纯手工来做诶。夏天喝这个很适合啊，比喝饮料还好。饮料都不知道怎么做的，对啊。受到介绍通路冲击，蔡总伟把艰苦想要放弃这一大片的柠檬园，经过几下摆思考，想想咧也是无愿意后悔，伊决定再努力一摆，打出长虹，家己想办法来产销，也欢迎观众民众一旦多多支持在地小农这份用心。记者陈差不多。